Hello， 好久不见了，欢迎来到老板又花钱系列了。这一块板架当初买回来有做一些保养，但还是挂掉了。我那天爆了一个轮胎，刚开始以为是爆胎而已，结果轮胎行来打轮胎的时候说，我的轮轴温度非常的高啊，疼人就对了，轮轴跟这个刹车鼓都小到会疼人。本来买回来是预计跑个一年哦，轮胎差不多不行的时候整个车轴换掉，可是它变成提早了，我记得好像是四月买的，本来是想要说用到明年四月哦，这些工作回了一些本再来处理，不然那时候包含板架啊、发电机啊、货柜啊，一套起来大概都花在差不多七八十万左右。如果新板架应该要破150以上，以我想要的配备啦。本来是打算在高雄做啦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气垫跟钢板差没多少钱齁，所以我干脆想投资气垫，然后包含 ABS 或者是 EBS， 目前还在考虑那个成本呢。气垫悬吊啊，它安装的话，你只有一次机会哦。你哪倒不夹起你的是歪啊啊！所以我们还是让专业一点的来帮我们处理哦，包含安装这样。不用说啊，年一年靠要去你那歪的边浪啊，所以呢要拉到台中去，要拉到那个陈威，直接车轴把它换掉。然后车轴我这次也是换大陆的而已，因为我们重量没有很重。之前的观众应该知道，说我建议那个果冻把气垫的板架换掉，因为哦那个后天的小磨太凶。因为之前我们拉的柜子都很重，可是现在拉的哦货都很轻，反而变成容易位移啊、倒得帮啊哦，所以这次要把它换成气垫了。走啊，起来台中啊，行啊！又来到台中的成威工业啦。要来这边改轮轴，等一下先下去跟他们讨论一下要怎么弄。嘿，又来到陈威啦，上次交代完就没有拍了。哦，那今天是载我的那个轮框跟轮胎来，因为我那个轮轴是小时孔的，那个螺丝十孔的，但是古型的，就是以前那个什么黑诺啊那一种，有没有那个细康的十康螺丝的，但是全部都要改掉，所以我今天刚好要北上去桃园，空车顺便载过来啊，载了四个轮子，因为我上来的时候只有四个轮子啊，还有四个零件哦，全部都新的，那时候某某拆下来的，刚刚好，这一次就派上用场了。轮胎下完了，我现在轴都上去了，都粘好了，就只剩下管路。OK， 大约我还有装 EBS、ABS 呀、啊，等那个礼拜二来拖再来看看。这个是压包的升降阀，好，往下压。哦，可以下降，它可以上升。那个像达富六起啊，它车上的遥控器有电子式的，也可以调整尾车，但是尾车你也要搭配电子式的 ECAS 才有这个功能的。然后这一次也有加装 ABS 哦，本来有问 EBS 啊，但是成本有点太高了，所以放弃哦。啊，红烫很特别，班台第一次看到用 Alumi， 应该 Alumi 吧？对啊 ，Alumi， 啊 ，Alumi 的，袂歹哦。然后这个车轴啊，
车轴是滑进的，哦，这 HJ 啊，滑进的啊，台六的，挂汉驾车，龟头安尼，牙、啊、包，哦，装大陆的而已，因为我现在的货没有很重。然后我之前有一块气垫板，但是它不是那个专用板啊，专用板比较低一点，所以专用板的高度比较低，然后加上现在的重量比较轻一点，所以又用回来气垫，因为我用肩啊办的无，走到位我放伫个较后边的货，比较后面的货吼都会倒掉了，所以改一改，之前那个车卡整个坏掉都改一改，然后加上护栏，那个是水平阀在控制我们车高的，就这样，再外加一个红烫，所以给 AR 包吃，一个是给 AR 包，还有一个叫刹车系统，这样。通常如果给制造厂做的话，他们都会用两个烘烫，然后我之前自己改的那个就用一个而已。然后这一次改好之后拉起来还蛮直的，规个拖开真直，因为我有特别交代叫伊一定要聊较准的，因为气垫的底盘结构它没有办法揪碎的，所以呢，你粘上去的时候一定要一次把它粘准。才拉起来，如果歪掉的话，就歪很多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再割掉钉梁了。然后结构的部分也有加强，因为他们是车体厂哦，所以该补强的地方都补强啊。因为漆啊，我这个漆的颜色，如果要叫它处理的话，它还要拖去喷的，会花一些时间，所以我拉回来自己处理，然后包括后面的护栏也请他处理一下挡泥板这样，然后轮框啊，轮框本来是细框的、窄框的，现在换这大框、窄框的 OK 的，哦，本来那个是像那个什么 Hino 啊那种有没有？啊，但是吃力啦，我叫伊迄冷坑吼较歹向内底，结果拢有气路的向伫外口。有空再把它洗一洗呀、啊，之后就工作的时候看它的实不实用了，应该蛮实用的啦，因为我们靠台需要很低啊，我现在的车尾高度大概是120左右，然后到工厂的时候还可以放下来。然后Bobo为什么没有哔哔哔哔的声音？我之前 FB 有 po 一则。把它放下来，结果哔哔哔哔，因为Bobo的车头，它手刹车拉起来的时候，尾车是没有刹车的，哦，所以它会移动啊。你们看，哦，像它在升高的时候，轮子会往前跑；下降的时候会往后移动。哦，所以你如果刹车刹住的话，变成它骨也都拢瘪个呀。然后像我要装货的时候啊，哦，高度就会低很多。这个手把按一下，这样我那个靠台的平台啊就会比较低一点，整个车身下降下来那一块跳台就比较水平啊，这样装货就不会有一个斜坡哦，还要爬，这样水平进出很好装货，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在高速公路拉起来也很直啊，哦，真直真正。啊，这个轮轴跟 BPW 的零件都通用啊。啊，你如果有装那个 aluminium core 的话，哦，伊这出轮嘛较出来，拢会当开着冷清，哦，开较会着。OK 啦。这一套有在问
大概是二十几万啦，一走大概是85000啦，那个气垫加车走，一走85000，然后 ABS 好像是28000哦，还有这些开关之类的，看你有没有要加装，再另外加钱。OK 了，就这样吧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